要吃花生，拿花生去。啊，花生。我觉得这天色不太好，估计是要下大雨，我们还是早些回去吧。哎，阿琪，你答应过要陪我的。我是说过要陪你，不过回山庄陪你不也是陪吗？再说了，今天天气又不好，改日找个天气好的时候我好好陪你，行吗？你看下雨了吧，走走走，赶紧回去。哎，阿琪，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吗？我记得啊，那次不就是因为下雨我们躲在山洞里吗？这么糟糕的事情还想发生第二次啊，赶紧回去走。阿琪，那次意外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件晦气的事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这是去哪儿了？桑琪被困在山洞里了。啊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本来和阿琪要在山洞里避雨，可是突然山体滑落，经过的燕四爷为了保护阿琪，和他摔进了山洞。现在洞口被乱石堵住了，咱们赶紧去救人。你是说云芝和桑琪被困了？对。当初我刚进国子监的时候，我以为你跟他们都一样处处刁难我，不过没想到你只是在暗中帮我争取平等的机会，关心我的生死，还记住了我随口说出来的喜好，尊重我的理想，也尊重我的习惯。其实对一个人好不难，难的是用这个人喜欢的方式去对他好，尊重他，处处站在他的角度上思考。要不然你行。好。好什么？就是你先出去吧。连篇，连篇，连篇，你等等我啊，连篇，连篇。你才是主角，你问我干什么？连篇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和谁定亲是你自己的事，我不关心也不在乎。你当真不在乎？我凭什么在乎？就凭你我的关系。连篇，连公子，你这话说的，你我之间哪来什么关系？非要说那也是借了家中的关系。嘿嘿，哎，翡翠护膝，跪久了腿不疼。丝竹软席，睡地板不着凉。不也想让你故意的吗你？哎，你先别着急啊，那还有一箱呢，你就不自己去看看？我桑琪，四爷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刚才福博士宣布说午后要测试小考，可我在山上光顾着习武，未曾复习课业，我这不临阵磨枪吗？你在课业上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为师可以单独给你讲解。真的？嗯。比如说这个，四爷事忙就不劳烦他了，正巧我也要问书，不如我讲给你。四爷，我想同你聊聊。聊吧。四爷可谓是步步紧逼，费尽心思做了这么多，就不怕是一厢情愿？不怕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不求回报。那四爷真是执迷不悟呢。你不也是？
那你是觉得阿奇会选你？哎，阿奇，先抱我的。思夜，明明是我先来的。尊师重道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？这就是你说的公平。好，那就让桑琪自己说。桑琪，泡我的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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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。这么晚了，谁呀？谁啊？是我，兰姬。哎，思言，你要不先躲一下？躲一下。马上。我为什么要躲？我躲哪儿啊？这是这几日我在山上测绘的宋家茶原香图，结合白石调查的，我在上面标出了几处可疑的地方。好，明日一早，我便以搜捕逃犯的名义突袭宋家茶园。